柯有伦今日举办新专辑《飞》发片记者会，今年刚好正值父亲柯受良飞越黄河20周年纪念，希望借由歌曲致敬勇敢追梦的父亲。圈的前辈好友们录制 VCR 祝贺，师妹林明真也送上巧克力花篮及汤圆祝贺师兄发片圆满顺利。而之前合作歌曲一直没同台机会合唱，让师妹小小抱怨。可是怎么样？我们唱完之后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在现场，就是公开的场合。然后我每一次在唱表演校园跟一些商演，都是我一个人独唱。我一个人要唱，我跟 Alan 哥。哦，辛苦哦。对，所以你现在来 complain 了是不是？一点点。A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而且这。